下午的2:50，现在最后一个节目是川剧表演，第一阶段表演2:30到3:00是川剧表演。要为大家带最道地的变脸哦，最重要是待会会跟大家做最川剧变脸的节目。没错，珊珊你知道吗？大家可能呀、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川剧变脸，但是呢，可能不知道它的来由。那我首先呢，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。那么川剧变脸呀，是川剧表演艺术中的一个绝活啊。它呢，在30年代开始发展，但是呢，到现在它已经是国家级的2级机密，而且呢，已经被列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哇，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要邀请现场的嘉宾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松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川剧变脸。有请张松老师，有请。现在表演节目是川剧的表演，在北京文化庙会台北之旅的表演。由环球邮报的记者燕国龙在花园上花博啊录影，现在表演的是变脸。变了，又变回红色的。哦，头一摆就变成了白色了。这个功夫很厉害。这个变脸功夫应该很厉害的。啊，又变了，又变了。要下来了啊，到了到了，还下来变了。现在走下台来变脸了。当众的面前，大家吓一跳，就变得黑脸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这是变脸记者看过啊，变得最好的一个老师变的。
变了白眼了，说变就变啊，说变就变。变了一个绿色的脸，变了一个绿色的脸。绿色又变回白色脸，这太厉害了，不知道怎么变的，这是国家级的机密。变回来他本人的面目的脸，太厉害了！哦，这位老师太厉害了！谢谢，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张森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变脸，是不是很帅？哇，我真的觉得超帅的，我们再给张森老师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谢谢。那么随着我们张松老师送给大家这么精彩的演出，我们本场的演出到此就要结束了。那我们下一场的演出呢，将在今天下午的4:20在这里恭候大家。是的，那在现场呢，我们有非常多当地的北京美味的小吃，还有我们的北京的手工艺品，这边有北京很多的小吃。明天还有一天，欢迎欢迎明天到圆山花博来，明天到花博圆山来啊，来这边啊，到最棒的意见。那拿着问卷调查的，我们可以来到环球邮报网路报的记者，在圆山花博的报道。所有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吃到好吃的棉花。